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JimSoon，阔别已久的 PSB 游戏王，手机版终于可以玩了。可能有出过吧，不过我最近才发现这个游戏蛮好玩的哦。我已经开始玩了哦，玩了好一段时间了，也存了好多个钻石哦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小抽一下，抽卡片。我还没有抽过任何卡片哦。先从基本的吧。这里的 UR 的卡片还有十张。来一个十包，500宝石。有哪些好的哦？哦，好漂亮哦，这个 UR 的卡片，不错不错。哦，三个小动物，好可爱。融合卡片。龙卷风，魔法陷阱卡，好，魔法卡，这不错，破坏全部对手场上仪表，还不错，来继续继续 ，OK， 不错，还行。OK， 来陷阱卡，还不错。来，哦，这是又不错耶。听说它这一个有一系列的卡片，不同属性的，值得收集哦。魔法卡。这卡也蛮不错的。哦，如此闪亮，会是好料吗？来，元素魔导。哦，还蛮不错哦。这个也不错一下哦。哦，这是火属性的。不错。再来，没任何闪亮。来，还行。融合卡。哦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嘿，陷阱卡，新的吗？刚才不是有出现过吗？类似吗？哦，这个出现过的了，有了。魔法卡，不错不错，来，再来，重复了，这个有了，给别的属性好吗？还不错的说，我看今天再来一个十包吧。新卡新卡，元素斗士，不错，哦，不错哟，哇，有闪亮的哦，肯定好料，哦，
一个也是应该有一系列的那个属性可以收集哦，特别的哦，五星的什么什么 SR 六星，我操，蛮幸运的哦，盖盖嗨，嗯哼，哦，这陷阱卡你不抽一下哦，新卡新卡魔法卡不错哟，嗯，这个还好哦，这张全部给还行还行，金色的闪亮会是 UR 吗？有点小激动了，来，好紧张啊，来开陷阱卡，来这嗯，看机会张吧，来OK 新卡哦，嗯哦，陷阱卡错哦，这也不错用哦，啊，这是地属性的，嗯，不错不错，然后这个哦还不错不错，这个也很不错哦，哎，这个是，嗯，那么我应该有三个属性的，好，咦，这个那么特别的，会是什么特别的卡吗？要仔细看看啦，喂，哇，这张不错哦，一品哦，下一张看看，哎，也不错哦，不死族，哎，有啊。有了有了，嗯，好，收获还蛮不错的哦，玩一玩故事剧情先看看，我是玩到这里了，这一个应该不难对付才对，一般召唤结束回合，直接攻击，结束回合，抽卡，嗯哼，看来这关是比较容易的关卡哦，咦，队友，我为什么召唤这个？忘了忘了，把这个打掉先，应该没有什么属性，我忘记看，嗯，没什么属性，好，结束回合，
游戏王的卡牌游戏总是那么好玩，可能我比较喜欢玩卡牌游戏吧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啊！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 like 哦。还有，不要忘了订阅我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